这个东西既然它可以控制加减法，你要控制乘除法怎么办？就是再弄个乘除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线就要再多一条，两条就可以控制四种嘛，对。那三条就可以控制八种，通常一个 LU 三条到四条就够了，三条到四条的控制线就够了啊，因为四条就可以控制16种运算，16种运算通常就够用。你最多就是加减乘除左移右移啊，然后左旋右旋啊，AND OR NOT XOR，差不多了啊。有很多就想不太出来还有什么运算啊。所以如果你今天用一条可以控制两种，你用四条就可以控制16种。好，那这是上礼拜我们的运作结果哦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一段跟第二章的有点重复，我会把它拿掉。那这个部分第二章已经讲过。好，接下来要看的是这一段。我们如果想要做一个真正的算术逻辑单元，在 Vlook 里面，我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啊。我们只要用这样的东西就够。我宣告一个 LU 的 module，输入是 A、B 哦，也就是两个输入，运算码是 OP，以这个二到零就是三个位元，可以控制八种运算啊。然后呢，输出是 Y 啊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就说 OK，case OP。就是 OP 一旦有变化，运算码有变化的时候，我就会做这些事情，做什么事呢？TY 等于 A 加 B 啊，等于 A 减 B，等于 A 乘 B，等于 A 除 B 啊，这样子去印。那我为了要让它呢印起来，每次运算都印，所以呢，我在这边加 display 的讯息。而且加两种 display，一种是显示实进位，一种显示二进位啊。然后 OK，最后再把 y assign 成 ty 啊，这目的是就是让它可以先 display 再显示啊。好，来，那最后完整的 LU 单元呢，就是首先我宣告一个 LU 啊，宣告一个 LU。然后呢，OK，这个跟刚刚不一样，我就没有再宣告另外一个 TY，我就直接 output IEGY。然后呢，零的话就是做加法，一的话就是做减法。然后010这就是二了哦，二就做乘法啊，011就是三就做除法，四就做 AND。五就做 OR，后面都写错了，后面这边都没有写，都没有更正 OP 110的话我就做 A 的反向，然后111的话就做 SO exclusive OR。好，OK，接下来当然就是写测试程式啊，写测试程式，我测试程式通常我都叫 main 采用 C 语言的习惯。然后呢，我的输入当然就有 AB 然后输出呢是 Y 运算码 OP，然后呢这个 LU 的名字，宣告一个 LU 它的名字叫 LUY，然后 ABOPY 这是它的参数。那我的 A 设成7，B 设成3，OP 呢一开始设成0，但是呢每50奈秒我会把 OP 加1。那这时候呢，到1000的时候我就结束，OK。那你就会看到我们执行的结果是这个样子。零的时候呢是做加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是7加3是10，OK。然后呢，一的时候是做减法，7减3是4，对。然后二的时候是做什么？乘法，7三21，OK。三的时候是做除法，7除以3。是二余一点点，二点多，但是因为
是整数相除，所以是二。那四的话呢，是做什么嘞？七跟三结果是三，这应该是什么？四的话是做，四的话做 AND OR， 然后 NOT 和 SO， 所以后面四个是 AND OR NOT 和 SO， 所以四的时候呢，他做的是 AND 七 AND 三，你看一 AND 零一，那就是零一啦，那七 OR 三呢，就变成111了，因为11201嘛，就会111、哦、这里看二进位比较准、啊、然后呢6的110的时候是 NOT， 所以呢 A 本来是这个00000111的，会变成111000、哦、是因为把 A 反向、哦、跟 B 没关、哦、因为这个是变单输入的运算。那 OP 等于7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做的是 exclusive OR， exclusive OR 这两个做 exclusive OR 会是什么、啊、只有一个一，对不对？因为只有这个不一样、啊、所以就是只有这个一。好，那后面通通都是重复的循环的，就多做了好几遍。好，所以执行的结果我们会看到7和3的结果呢是加完之后是10，减完之后是4，乘完之后21，然后除完之后是2、哦、这个都是看十进位的比较准、哦、比较容易。那再来的话呢是做 AND， 这个就看二进位的比较容易了、哦、做 AND 做 OR、哦、做 exclusive 做 NOT、哦、这里又写错了，这个应该是7、哦、做 exclusive OR。那所以这样子整个 ALU 其实很容易就设计完，多容易呢？就这几行，哎，就这几行，应该只有十几行的程式嘛，把 display 拿掉应该只剩十行、啊、十行就可以做完一个 ALU 了。所以其实蛮 ALU 是制式的一个程式、哦、所以写起来很简单。最难写的是控制单元，控制单元是一个非制式的程式，它其实变化多端、哦、那记忆体当然也不难做、哦、记忆体以 Vlog 的宣告而言其实是不难做，当然如果你要开晶圆厂做记忆体那就是比较难了、哦、可是如果你只是要做 FPGA 就没那么难、哦、那开晶圆厂做记忆体那个难的地方应该就是生产技术了，就跟我们学校所能做的比较没有办法接得上。那这边我要跟各位说明一点，有很多技术是学校教不了的，比如说晶圆厂里面的生产技术就是我们教不了的，你要学这种东西就只能够去晶圆厂里面学，你没有办法在学校学得到这种东西的、哦、那有一些东西是学校教得了，但是我们不见得一定有办法教、哦、那每一种东西学的地方最适合的学习地方可能不太一样、哦、好 OK， 那这是刚刚我们看到整个程式，我们就来执行一次吧、哦、来剪下来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到这里。叫 LU.V。这里我们把它剪贴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就来执行一下。好，我编译 VVP 是执行，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执行结果。
七加三十，七减三四，七乘三二一，七除三二，七 and 三的三，其实是看二进位这里就比较容易看啊。这个和这个做 and 是只留下后面两个一，如果做 or 呢，就是只留下的是三个一啊。那如果做那。Not 啊、，Not 就反向，反向的话就把这个全部相反，啊，零变一，一变零。如果是做七的话，是做 exclusive all， 那就只有这一个位元是一的啊，这一个位元是一。后面呢都是重复了、啊、所以重复了好几次，就看到一轮就够了啊。好 ，OK， 那请各位试试看，然后仔细看一下它的程式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、啊